两个人飞奔小白是最棒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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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福大家，你是最好的最棒的最棒的最棒的心情的状态吧，你就是最棒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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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情的你梦到，你是最好的最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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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大哥，我跟你讲，你这说的我，你就看不起我，大哥。有我呢，你干我吧，大哥。你再放牛又骂我。老佩不愧是三只羊整活小能手，大杨哥已经跳得生无可恋了。没想到带完货后，嘴哥这个猪队自己给自己体验了一次，吓得大杨哥找个理由赶紧溜了。多少牛，大哥？卖货，卖货，卖货！昨天晚上嘴哥卖了3万单，昨天晚上卖了3万单，猛的很。这个临近中秋，确实有很多人。主要我跟你讲，现在兄弟们买的东西还要靠，还要面子，对，这有面子，对吧？因为本身黑松露就很贵，对，这里面是啥？黑松露，黑松露的，来打开给你们看一下，掉。体验没问题，大家可以放心，你把这个买回去之后，它的一个口感跟味道不会齁甜，大家可以放心啊，不会齁甜。这一盒里面是8个，今天我们是2盒这个，每个都有礼袋啊，再加一盒这个，四喜留心啊。咱们平时看一下它的礼盒包装有多么的大气，香港的4种口味，3盒啊，也不，我们去年我们去年是这个是1盒，这个2盒，对，是这个2盒，好了2盒，这个1盒，189，你到手，而且是给你顺丰包邮给你送到家，收产。这些都是砸脸，把谁送火箭？嘴哥，把他给围起来！感谢嘴哥，嘴哥，真正大嘴哥。上，赶紧甩开！我给你们合个影，都得给我下雨吗？我一辈子我都不会忘记一件事。小杨哥童年的遗憾之切糕篇，你是否还记得学生时期的你在车站看见切糕时又馋又不敢买的窘迫？如今的小杨哥有了能力后，为大家带来了从新疆发货正宗切糕。这里切一套房，这里切一个海景别墅。哦，这是你们可以真正买的那种切糕了，新疆的切糕。我们现在这里面有核桃仁、巴旦木仁、腰果仁、南瓜籽仁、葵花。这么难切吗？我试试。我弟嘛，你看一下。我弟这是这么难切吗？你看啊，生怕里面搞点那个。这个是给大家切。新疆切糕500克的，500克，这一斤啊？对，一斤。我的妈，这就一斤呐！看见了吗？真正的新疆切糕，第三代，第三代切糕出来。你看，现在爷爷都是做切糕，我是第三代。那您现在一般不好吧？大概。哎，兄弟，一盒他们一斤啊，里面有10种干果和坚果。那要今天讲的怎么样？1万5千的准备，30就会有，上车。你们平常买一个眉笔10几块20块吧？兄弟俩为了卖个眉笔，差点把直播间拆了。刷睫毛，你刷鼻毛，你刷，不对，有问题，有这黏黏的。小卡布，啊，好，眉笔看了，哎，好，你看，这肯定。我是故意的，眉笔千万不要把这整个都出去。哎，涂眉毛，然后后面这可以这样刷。对，有咖啡色，有中档色，有灰色，有深咖色，黑色，5种颜色，50，9块9，50，吃毒死！兄弟，我真的。小杨哥这波操作让直播间网友直呼感情大。不过就在介绍完产品后，小杨哥终于没能让大家失望，让卓士林在镜头前给大家表演了一段，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吧。中秋节送礼嘎嘎的，这个21块9的一袋夏威夷果、蒜香豌豆、板栗、夏威夷果、兰花豆、葵花瓜子、瓜子仁、4个坚果、4个炒货、一瓶坚果乳，今天小哥直面99.99，2颗。Need to complicate our time is short. This is our fate. I'm your nice. Oh, 黄花的世界。
斗地主战神旭旭宝宝做客小杨哥直播间，亲自考察三只羊女主播的舞蹈功底，没想到最后却被搞得破了防，头也不回的就走了。你俩行，下次我再也不来了。就是好吃的，怎么回事？这是咱们小杨哥选自己的新疆灰枣，小杨哥的新品啊，看三级枣啊，这是人家三级枣，我们是一级枣，对比一下，一级的灰枣，哎，拿回一个。啊，放心吧，小杨那样只说好东西，新品就两万单，新疆枣，我们新疆枣，这是我们自己做的，多少钱？19.9，上车，上车。你放心吧，我自己的东西，我只说好东西，一袋是375克，我们两袋是1斤多。啊，来来来，还有个美女，你别来听啊，行行行，你漂亮，抓紧抓紧啊，过来过来。他这边有一个人，行不行啊？他的方式就抖音，行不行？方便吧，不大好吧，靠的有点近了。没事，反正是别人他的交流方式，因为他是惯过的。对。别人往这走啊！你俩行，下次我再也不来了。啊！你戴牙套了。小杨哥这次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，到最后小杨哥差点就得回家跪搓衣板了。你老公是谁？你在问他老公是谁干嘛呀？他肯定一看就没老公。不干了，今天让我猜一下，24。猜对了，真24啊！你俩认识？看，一幅画。华美做的都是高端品牌，你知道吗？是的，可是那单子啊，这有蛋黄、纯白、木糖、有玫瑰、荔枝、紫薯，还有柠檬、百香果、芝麻的，还有芝士味的白豆沙，这268，268亿，六个礼盒了，每个都有礼盒，耶，三盒啊，多少钱？189，上车。群友不能关注这个妹子啊，这个人你不能关注他，为什么？你进群就出不来了，我看一下他的视频进去出来了啊。我的妈！我已经出来了。他的房子你知道多少平吗？350多的大平层，他一个人住，还一条狗。你喜欢狗吗？小杨哥现场吃瓜，没想到自己好兄弟比奇与 Coco 是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。难以置信的小杨哥现场给比奇打电话，一探究竟。我以为你们闹着玩呢，搞了半天是真的呀！谈，真谈上了。喂，还是我。回来多少？真的假的呀？我这没有，我这是。然后打电话，就是关系比较好的那种朋友。啊，行啊，挂了啊。没想到在介绍完中秋月饼后，比奇的一个举动直接让小杨哥震惊的久久难以平静。拿钱来买感情吗？我感觉最近他有点迷糊啊，原来是被你深深吸引。这月饼很好吃，老板。啊，美成月饼很甜。美成的月饼，美成是做高端月饼，大家应该都知道。你去超市看看，美成的一个都多贵，我就给你们看看一份238啊，这就5000单。贵的美成238就不用介绍了，美成啊，就高端型月饼。黑松露，流心的黑松露，流心，看到没有？你挤压这个黑松露，它会流下来。流心的黑松露，他们做就是高端，是礼盒嘛，还有个袋子啊，今天是2盒。对，送你，再加一盒，行吗？送你打嘎的，再给你一盒四喜月饼。今天在小花直播间，189，上车，上车！我的妈呀！这是按时给你干啥呀？你们在玩啥呀？拿钱来买感情吗？没有，我师傅，我一个都没收你，我是一个特别干正不阿的人。啊，恭喜哥哥，恭喜！哎呀，七个好眼光啊 ！Coco 要身材有身材，要长相有长相，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妹妹。